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不太好，可能拿不到学分了。考试前没认真准备吧？谁说的？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临阵磨枪不行。你说我还能学好中文吗？怎么不能？只要下功夫就能学好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不太好，可能拿不到学分了。考试前没认真准备吧？谁说的？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临阵磨枪不行。你说我还能学好中文吗？怎么不能？只要下功夫就能学好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不太好，可能拿不到学分了。考试前没认真准备吧？谁说的？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临阵磨枪不行。你说我还能学好中文吗？怎么不能？只要下功夫就能学好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